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就是你刚刚讲了一个下雨，那你还要念 Om Bobo Didi Chedoli， 所有雨水都变开咽喉咒。那么说 Lobo Danai Do， 说了说了不来说，所有的雨水都变甘露水。大家那别干这别干这嘛，别干这让那什么搞的说，所有的雨水都变成药水。啊，那光水的咒可多得不得了了。啊，所以现在的雨水，我带各位念一个观音菩萨的寄语。观音菩萨这个雨水从观音菩萨的手流出来了，念下来。自极圣者观世音，手降本质甘露流，恶鬼疾苦当时灭，愿具极境得安乐。啊，一下雨你就念这个，哇，这个水是观世音菩萨从他的根本智慧流出来的甘露啊，所有恶鬼到了痛苦当下就消灭，具足了涅槃极境，得到了福乐，那你把水就给转化了。啊，就像各位哪一天不小心流血了，马上化为甘露，布施给罗刹鬼。就算你流血流到死，你也慈悲到死，那你也往生净土，就白没有白流了。所以各位，不要白受苦。我们的生命本来就苦，但是把这个苦变成功德，那可以。如果你为爱情苦到天亮，那不值得，没有意义。你还不如把爱情送去老人院，送去孤儿院，啊！你为一个男人这边苦，为一个女人在苦，那就浪费了，浪费了，啊！所以你的钱拿去放生，钱也没有了；你的钱拿去布施也没有了。但是你的钱拿去赌博赌掉了，那才叫浪费；你的钱拿去布施没有了，那一点都不浪费。那佛就讲得很清楚，而且会累积更多的金钱的福报。让我们去帮助众生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佛法的殊胜。所以同样是一个人，千万不要浪费生命，追求爱情、享受快乐、金钱、地位，那浪费了。因为不但浪费，以后还要堕落轮回，下三恶道。因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嘛。但是同样一个生命，我们拿来修行、皈依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十善戒、发菩提心。甚至出家，哇，那你个功德可大了。因为同样一个生命，大家都会生老病死，但是你如何转化，那各位都了解佛法的意义了啊。
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放生，一块钱可以救好多生命呢、啊。但是你去烫头发可能20块，很浪费钱哦。啊，所以哦，你去买一块鸡肉，不但浪费钱，又造恶业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懂得佛法的智慧，那叫你怎么样去转化一切，不离开智慧以慈悲。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救了什么啊、因为你救一种生命就要救所有生命。比如说你救一只鱼，但是你要观想所有同样的鱼都超度了，那这样救这只鱼很有意义。你看到一只猪，不管在网络上电视上看到一只猪，那你就观想阿弥陀佛，所有的猪都得到超度，所有死亡的猪离开痛苦，愿所有众生不要再杀猪，愿所有人类不要再吃猪肉，因为你看到一头猪。这样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一即一切，一花一如来，一叶一世界。你看到一朵花，看到一个叶子，你就想到了，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法啊。一个叶子就是包含世界，因为叶子离开太阳啊、水啊、土啊，那叶子都不存在，所以叶子就是世界，一即一切。就像各位现在拿到这本书，那你想想书从哪里来的？树木，它必须有泥土、矿物质、水分、阳光、空气、人类，因为树木要吸人类身上的二氧化碳，人类要吸树木身上的氧气，所以这个树木里面帮助了人类，乃至里面有阳光、有水，还有人工种种的因缘，才有这一本书。所以书不离开世界，书不离开众生，众生就是佛。那各位要有这个念头啊，那你这样你就叫空性了。万法都互相助缘，万法都互相依赖，那你的思想就改变了。你的思想不会卡在某一个点，你的思想拿到一本书，吃到一碗饭，当思来处不易。哇，这几碗饭，农夫啊、种啊、太阳啊、泥土啊、水啊，各种，我才有这一碗饭好吃啊。所以你吃一碗饭就有感恩的心，而且不愿意浪费这一碗饭。当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你要想到，那我要先供养三宝、护法、善神，然后我要供养祖先，然后我要拿一点给流浪动物、孤魂野鬼，然后我吃饭以后的体力能够拿来修菩提心，那一碗饭就让你成佛了。这个叫空性的思维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禅修思维的能力，那你会被饭好不好吃，不好吃就骂，这样啊。生气跟饭没关系啊，有人一生气就整桌子给他翻掉啊，啊，那你就伤害了整个世界，你就伤害了佛陀，伤害了众生，因为七颗米饭就可以超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几颗饭就可以喂很多很多的鱼。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跟行为，那你就在破坏这个世界了。所以那我从刚刚下雨进来，那我的思想就一直往这个转，哇，今天龙王来了，今天孔雀明王来了，今天甘露王菩萨来了，今天妙色生菩萨来了，今天大家要发财了，这样。因为水代表财嘛，所以呢，那各位要这样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念大悲咒，所有的雨水都变成大悲观音菩萨的甘露，不是我们这边在放生，是哪里？来，整个法界都在放生，都在撒甘露啊。所以我们的大悲心，念大悲咒就是大悲心遍一切处，然后所有的法界、地狱、恶鬼道、畜生、佛的法界都在下降下大悲甘露，都得到大悲咒的加持、心经往生咒的加持。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跟世界合在一起，这个叫空性啊。所以呢，一花一如来，一叶一世界，看到一个花一个叶子，你就跟佛跟世界合在一起了。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所有的佛像圣像都变阿弥陀佛，所有的佛像都在念佛，所有的众生蟑螂蚂蚁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超度了，死亡者通通去极乐世界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功德无量，念佛一生福增无量啊！念佛法门包含三藏十二部法门，不是光念佛法门，
欧玛尼贝米哄、药师佛、心经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如果你懂，都包含三藏十二部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哦，阿弥陀佛才对，其他都不对，那你这个人被卡住了。念阿弥陀佛，念药师佛，念欧玛尼贝米哄，都包含三藏十二部、佛陀三乘所有的教法的精髓。就像念一句欧玛尼贝米哄，就像念一句欧阿哄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哄，都可以念一句地藏王菩萨，都包含了所有诸佛菩萨的教法的精髓。那因为平等都是一样的，那各位如果有这样子的思想，那你的思想就已经开通了，你的悲心就已经打开了。请问有这种思想的人需要去谈恋爱吗？啊，就像一个出家人，如果他有空性悲心的思想，他还要去谈恋爱吗？他还要去追求金钱吗？他还要去追求地位吗？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有这种健康的思想，空性，然后你就不需要去追求世间的一切，哪里都是我们的家，哪里都是我们的父母眷属，而不是你要看到某人才高兴，看到那个人不高兴，看到这个人高兴，到那个地方高兴，到这个地方不高兴啊。像各位现在还会想家，因为你有执着嘛，啊，那你就被卡死了。所以我们叫出家，出家啊，就是不要被卡死了。卡死了就是执着啊，因为你没有空性，你就觉得这个是个墙壁，被这个相卡死了，那就不快乐了。希望大家今天超度法会完，通通超度了，排位无量无边，阿弥陀佛，通通超度去极乐世界啊。那所以我想各位，这个就是这个世间是变化无常，转世间为清净，你看到的所有有情都变阿弥陀佛，你看到的所有世界都是极乐世界，你听到的声音都是阿弥陀佛。所以以后你老公朋友骂你骂很大声，哇，这个念佛真大声了，好诶好诶，继续念。他没有骂你，他在念佛，骂你是你的分别心啊，从来没有人骂你，因为越大声越像阿弥陀佛，这样而已啦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转化一切，转化一切。今天房子倒下来要压死了，阿弥陀佛，太好了，让我去极乐世界。啊，没有你被压死，我们就有一个我在被欺负，我被压死这个念头，让你堕落地狱。恨，我因缘到了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。阿弥陀佛，如果没有死，那我继续念，继续做好事；如果死了，正好往生净土。那这个叫一心念佛，没有恶心，没有分别，好跟坏都念佛，健康跟生病都念佛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帮助这么多不一样的生命，将来往生净土，现在安享天年，往生者当下超度，快不快乐？那叫大放生啊！劝人念佛往生净土，令众生得生净土，大放生。那为了要大放生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念这个大放生仪轨，希望地狱道也得到放生，好不好啊？恶鬼道得到放生，所有正在生病的人得到放生啊！意思是说生命快乐了。放生的意思是什么？来，解放生命的痛苦，救护众生，令其快乐，这就是慈悲了。有形的众生得到利益，无形的众生得到超度。所以我们不能光放生而骂人。今天你去放生，刚好旁边你在钓鱼，你顺便给他给放生，跟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很快乐，他看到你不好意思，他不钓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如果继续钓，你就继续念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不要骂人，微笑。学佛没有微笑不是学佛啊，学佛就是众生都是母亲，都是未来佛，太高兴了，看到众生很欢喜。各位要改变观念啊，去对待所有众生。好，六十六页，我们现在啊，请观音菩萨降临洒甘露啊。各位等一下，如果你有这个瓶水啊，如果没有雨，你也去洒一洒，有雨更好，所有的雨水都变观音菩萨的加持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再念一次？来，为父母祖先，为冤亲债主，为所有死亡儿童、堕胎胎儿、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、动物道往生众生，所有轮回有情，
同享功德，同生净土，就这样念起来很有意思啦，很有悲心呢、一点都没有分别，这叫空性，不执着，也充满大悲，普度众生。好，各位发个愿，生生世世不要生病，好不好啊？做儿女呢，如果生病，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。就像诸佛菩萨看到有众生受苦，诸佛菩萨心里像流血一样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保护自己，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能够保护众生。当然你要问我说，那师父如何不生病呢？我也不想生病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忏悔过去杀业吃肉生病的业障，进一步不要杀生了，不要吃肉了，多放生啊，多念药师经啊，多布施药啊，而不是说你想要求不生病就马上不生病啊。但是你发愿不生病，那这样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像佛叫金刚不坏的身体，阿弥陀佛叫金刚成就了，那他才可以真实利益众生。那所以你就要去了解不生病的因的原因是什么啊，健康的原因是什么。现在我们皈三宝了啊，皈佛我们要发菩提心了，皈法我们相信因果了，皈僧我们修慈悲心修忍辱了，这个才叫三宝弟子。所以各位修学佛法要有怎么样，来当下的改变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你回家，你家里说你怎么变一个人呢、你就问他变了吧，变了什么？变得很好啊，我以前很讨厌你啊，现在看到你很快乐啊，因为你变了，好不好啊？你不要回去以后你老公又跟你吵架，你都没变，还是那个讨厌的脸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各位要你心改变，思想改变，行为改变，相貌改变，命运会不会改变？心好命就好，不要抱怨了，抱怨你的心就好了。所有的好好坏坏都是自作自受，念一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好心有好报，坏心必难报。所以你的不好痛苦不要怪别人，哭哭哭没有用，改变自己才有用。所以这个叫佛法，佛法是要我们改变修行，心态改变，语言模式改变，对待别人众生的行为改变，命运就改变。不是变名字了，你变成释迦佛好了，把你的名字取成阿弥陀佛好了。如果你不改变，你的名字改成阿弥陀佛也没用啊。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要换笔画改名字，你干脆改个心就好了。佛法这样讲，心态改变，命运改变，这一点一定要抓到重点精髓。那佛法哎呦超越世间一切法啊！你要懂了佛法以后，你就不能变变变了，前门改成后门，大门改成小门，前面还挡一个水族箱，因为说这样才不会漏财，明明路好走还走偏门，他说不行，这个要改变，那这个你就不了解佛法了。佛法是心态行为改变命运，而不是你把佛像摆在哪里这样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学佛才会自由啊，自由自在啊。但是自由自在不是随便，那无挂无碍，但是保持道德保持慈悲心就有好命运这样子啊。你一辈子都很道德，结果车祸死掉，那是消众生的重业。你一个人车祸，那你掐人这个世界十亿人不用车祸，因为你的业障你的悲心代替众生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整个世界都误会你啊，这个人修得不好，一辈子吃素还车祸死掉，但是随缘，我们不在乎这个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啊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死后有轮回啊，我们现在不用跟人家比什么，这个人骗人骗一辈子，我们只能可怜他，因为死后阎罗王有审判呐、你能够骗多久啊？骗十年骗二十年吗？所以各位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来谈修行叫玩真的，玩真的，像我们今天放生这个叫真的，反正无论如何
坏人也可以救命，那这样就对了。啊，因为至少那几只鱼、那几只动物不用被杀，这个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放生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越喜欢吃肉的更要放生。啊，你可以消业障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对众慈悲啊。啊，你不能看到水鱼就给它倒下去啊，那你就做饲料了，太痛苦了。啊，但是话讲回来，就算那只鱼做饲料被吃掉了，它就消业障了，因为是在悲心的状态加持它。但是如果它能够自然死亡，活得久一点，何乐不为？所以今天各位回去也会交给各位一包真正的甘露，来看前面念一下：素食鱼饲料。啊，这个比你黄金还重要，黄金对鱼没有用啊。啊，鱼要的是饲料，而且这个饲料有三宝的加持，又有悲心素食，让他念一下吃即解脱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今天皮包要带来，带一包。你家里说哇，怎么这么重黄金呢、啊？什么的黄金？鱼的黄金呢、啊？什么黄金？鱼的黄金呢、啊？啊，让他们吃即解脱了。那以后我希望大家也发心去做。素食鱼饲料，这个鸟也很喜欢吃，做烟供也很好，人肚子饿也可以加到炒饭，因为它是牛奶饼干做的，反正肚子饿这个也很香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钓鱼，然后肚子饿就把鱼饵拿来吃一吃就 OK 了，因为那个很好吃，他们做的很香，就是要勾引那些鱼来吃才可以钓到它，这样啊，所以素食的。最好了，就像我们点酥油灯，我们点的酥油灯是最好的，纯的可口油做的，啊，夹面包也顺便可以拿来用。这个叫纯植物的，这样烧起来没有污染，这样可以的。特别做的酥油灯啊，可口油的，啊，更好了，比奶油的更好，因为用奶油啊，有时候人家批评说这个喝牛奶不要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尽量少用，免得那些母牛很痛苦了。但是如果母牛产的牛奶都拿来做奶油，而不是给人类喝，母牛也高兴了，很功德。啊，但是光给人类喝，浪费了，啊，害他的小牛饿死了。好，再来更重要了，让他们皈依三宝。希望我们今天，我每次法会都喜欢到新的地方，所以我就绕着地球跑。新的地方可以结新的缘，这边的山神，这边的树神，这边的土地公，这边的有情无情，都跟他结缘。各位要把，一定要有这个愿力，这个是佛菩萨教我们的。因为你成佛就是要度所有众生，但是这个众生你没有跟他结过缘，那你将来成佛也度不了他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现在要怎么做？来，广结善缘。啊，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，走到什么地方都要跟他们结缘，土地神、水神、鱼、鸟、人，有情无情都跟他结缘。千万不要说我是佛教徒，哎，我才不去神的庙；我是佛教徒呢，我不去教堂，那你就笨了。啊，你到哪里都要跟所有众生结缘，那无论如何你要跟他结缘。那佛菩萨用各种的方法跟我们结缘呢。那各位要把握机会，千万不要跟他结恶缘。有些人呢，脸长得很高，那你干嘛跟人家结恶缘呢？以后你真的是丑八怪啊！你看到每个人都用东西、用微笑跟他结缘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要去做几个角色：做警察、做监狱管理员、做殡仪馆。这个大家讲什么？因为你是坏人的脸啊！警察就专门在抓坏人的。然后你就跟对方结恶缘，因为对方怕你啊。所以他说并不是警察有错，而是说你要修菩萨道，你去做刽子手、做警察、做这些殡仪馆的，那你就结恶缘了。因为殡仪馆是你死了我才可以赚你钱啊，就希望你早一点死，不然没生意。所以有时候搞纳古塔也是不是结好缘的。纳古塔是我盖得这么好，我就是要赚你钱，来来来，人家死了够可怜的，你还要赚钱，所以要结恶缘，这样啊。
所以古时候都撒在河里面，拿什么根本不用花钱。现在动不动好几千、好几千、好几千，那这个不是结善缘啊。所以有些行业各位要了解，什么行业可以做，什么行业不要做。那有些人说，那我做了怎么办？那你就改变心态做，不要为了赚钱而做啊，是为了真实帮助他们而做。然后呢，不是以盈利为主，那你用这个心态，人家自然也会供养你啊。就像寺庙，寺庙说我这些纳骨塔一律免费，谁来都可以，免费免费，自己选位置啊，没有钱的分别。那人家信徒很感动，他就会拿钱供养啊。那这个就是自然的因，而不是定价钱。那这个变成生意买卖，这个就不太好了。就像各位写牌位要不要钱啊？如果海涛法师的法会写牌位要钱，我看你们也不来了。大张的多一点钱，小张的少一点钱，贴前面的贵一点，贴后面的便宜一点。那这个佛教就变成开公司了，那这个动机就不对了。那当然有人会问说啊，那法师没有钱不行啊，没有钱你怎么盖道场？随缘，一杯水也可以弄道场，一支香就可以盖大道场。道场在你心里面，而不是硬体，硬体是个方便，随缘就好。如果你把硬体盖得很好，里面没有慈悲心的人，人家也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要了解，佛法的重点在于心态表现出来的行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好，各位要真正的皈依啊。做个律师，他会发誓我要忠于，然后如果他去搞贪污，哎呀，那就下地狱了啊。因为我们皈依是你的心态，你不需要骗人啊，人要对得起自己才会对得起众生。所以希望大家真心的皈依，或许你以前皈依过了，你可能没皈依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对不起我，我要去告他啊。那这个时候，那你已经脱离三宝，因为皈依三宝的人在任何状况都不能使对方痛苦，不能伤害对方，对方对不起你，你也不能告对方啊。佛陀叫我们忍辱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用头给他，释迦牟尼佛挖眼睛给他，就算对方是个坏人，释迦牟尼佛也要跟他结缘。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是做国王，他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得非常好，没有任何鬼神啊，所以没有人犯错。那没有人犯错呢，那些鬼就不能吃了，因为鬼要等到有人犯错流血，然后呢他就可以去吸他的血。结果这个苏利特国王的慈悲心让这个国家都没有恶罗刹鬼，所以那些鬼都没得吃了。所以有五个鬼，那本来就来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，然后呢他的放的牛他都不绑了，他在睡觉。这个五个鬼说，哎，小朋友啊，你不怕这些牛被偷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国王在啊，这边没小偷，也没有鬼神会伤害我们，鬼伤害得不了，因为慈悲心的力量，国王太慈悲了，鬼伤害不了。这五个鬼还是真的，哎呀，我想吸这个小孩的血都没办法，他们鬼来到这个历练，这个国家就没力量。后来这五个鬼就直接找国王，他说，国王你很慈悲啊，爱护老百姓，但我们的鬼要吃什么呢？我们没得吃，我们没有喝人的血不能活啊，我们是罗刹鬼啊。那国王说，太好了，你就喝我的血就好了。国王马上拿刀子挖五个洞，你们天天来喝我的血，哎呀，大臣老百姓都哭啊，国王你不能这么做啊，你这个龙体。国王说，能够奉献生命对我来讲，慈悲才是永恒的，我不求什么，死亡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功德，因为我是为众生死。这五个鬼太可怜了，所以国王每天挖五个洞，鬼每天都来吸呢。但是各位，天上的神啊，被国王感动得不得了，国王挖今天的五个洞，他就把前面的五个洞灌甘露，把天的甘露灌到国王身上，把那个伤口马上复合。所以国王反而气色越来越好，身体越来越发光，大家都觉得奇迹啊。然后吃了一个月以后，国王每次被吸血的时候，他就发愿，愿我生生世世的功德融入这个血里面，让这五个鬼赶快升天脱离痛苦，将来如果我成佛了，他们能够跟我一起修行。各位讲到这边，国王是谁？释迦牟尼佛。
五个鬼是谁？佛度五比丘啊。啊，佛陀能够度他，佛陀是这样跟他们结缘的。但是佛那个菩萨国王想要牺牲，反而得到天神的甘露的加持。所以我想，你很好心，你从口袋只有100块，你硬把100块去帮助更穷的人，被人家看到了，人家给你500块啊、哦，你这个好心人啊，我帮助你啊，我护持你啊。所以我想各位从事宗教活动，不分在家出家，要有悲心。你越悲心，别人越想要供养你，因为你有悲心，你才是众生的福田。不要用心机啊，不要去设计啊，啊，不要那个多少钱多少钱啊，啊，那这样呢，佛教的意义、真理的意义就不见了。啊，我想每个人啊，来到佛教面前寺庙，就是要找到一份清净，找到一份慈悲，这很有意义啊，啊。所以我想我讲这个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三宝最重要，佛法僧最重要，就是这个法，就像我们遵守的法律戒律。什么是戒律？念一下，慈悲心是戒律，不贪心是戒律，菩提心是戒律，空性是戒律啊。讲到空性是戒律，这最高的戒了，你不能执着，万法都是变化无常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，你执着，执着就脱离了戒体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保持这个啊！你既然要皈依三宝，这个叫三皈依戒。三皈依戒，什么叫皈依法？宁舍生命，不伤害众生，这叫皈依法。你把我打成肉酱，我都不愿意伤害你。你有一个念头要去伤害别人的金钱感情，伤害到别人的宗教，你马上破了三皈依戒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了解三皈依的意义在哪里。既然你皈依圆满了佛陀，那你就要按照佛陀的教法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。那怕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亲近有德行真实在修行的僧伽菩萨也可以做僧伽，然后呢去皈依他，去学习他。所以佛故意化成菩萨，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都成佛了，他们故意化成菩萨，化成比丘，来让我们学习他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皈依三宝的意义，一定要抓清楚，不然你现在得到了，失去更多。为什么？失去我们的佛性啊，得到失去更多。给你100块，写一张牌位，你佛性就不见了啊，下辈子还要堕落贫穷地狱，划不来啊！啊，所以各位要这一点。当你布施一颗米的时候，救了你自己了。为什么？把你的贪欲心、贪婪心消除了，因为我愿意布施。所以我想各位在皈依法的同时呢，不管你结婚在家出家，你老公真的对不起你，原谅他嘛，因为我是三宝弟子啊，没有一个我在被伤害，因为我要有空性，而且我要领受这个业报，而且我还要继续爱他。我会痛苦是因为我用分别的爱所以会痛苦，我要皈依法，我要用这种清净慈悲的爱来对他，来帮助他，那我才不会有痛苦。那这个叫皈依法，你要真心的皈依啊，不然佛教讲了，没有人可以破坏佛教，除了佛教徒可以破坏佛教，出家人可以破坏佛教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魔的力量都没办法伤害我，结果那个魔讲一句话，佛陀啊，等你入涅槃了、啊、我们这些魔就会变成出家人，然后呢来伤害你们佛教。佛陀就哭了，佛陀就哭了，伤害佛教的反而是我们自己人啊。所以我想各位成为佛教徒，那我们不能伤害佛陀啊，啊，我们要坚持这个法，皈依法，离欲尊啊，所以你要断除个人的私心欲望，那这才是真正的皈依啊！啊，法无上下，法无高低啊！啊，你能够了解比较重要。所以愿六道众生，他们之所以堕落鬼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，特别畜生道欠人债，养来把他杀，养来把他杀，就像叫女人怀孕，生下来一个月就杀掉，生下来一个月就杀掉，叫她一直怀孕，再把她杀掉。他们在繁殖这些鱼啊，
那这些鱼没办法，他们的生命变成钱，被这些生意人拿来卖。为什么？欠生意人债啊！但是我们要救他啊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慈悲这是戒律。有多少？所以各位，今天你们去看到那些鱼，在鱼堡很多这些小鱼，鱼堡的河流又干净又自然。各位常常放生，好不好啊？当你要去买一部车子，哦，美金3万5万的时候，考虑，买那个10000的就好，其他拿来放生还有道理。有一位法师，人家送他一部很好的车子，那个信徒很发心，他说我不要，马上叫人家把车子卖掉。那个师叔，那你卖了干嘛？你不开车？我把你的功德做更大，全部去买鱼放掉。啊，为什么？那因为法师不需要车子嘛，就算需要，那救命更重要。哇，所以大家赞叹他，佩服他。啊，所以前一阵子有一位漂亮的女人呢，相片我都看到，哎呦，真漂亮啊！她被感动了，哦，听说人家在放生，她被感动了。他把他所有的钱拿出来，700万人民币，用他的车子银行领出来载出来，把当地所有的牛羊都买来放生掉了。放完以后没钱了，就这样。但是他成为最美的女人了，大家都歌颂赞叹他。啊，当然700万人民币听起来很多，但是大不了买一栋房子而已，又如何？但是700万人民币救了多少的生命，也让大家赞叹他的慈悲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归法，我不再自私了，我不再伤害众生了，进一步我要慈悲众生了，归法。那这个归法，你才是生前，你才可以成佛。所以，来，大家一起跟我念，来，愿父母祖先，六道有情，归佛，归法，归僧，归佛，两足尊。归法，离欲尊；归身，众中尊；归佛，不堕地狱；归法，不堕恶鬼；归身，不堕畜生。各位注意看哦，归法，你才能够不堕恶鬼；真心的归佛，你才不会堕落地狱；归身，归观音菩萨啊，归依清净正知正见的出家人菩萨。你才不会堕落畜生，还不得不皈依呢。啊，你没有真实的皈依，那不小心我们就堕落三恶道啊。我很想每一段都解释得很清楚，特别在佛教里面十二因缘法太重要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体悟这个缘起的道理而成佛的。怎么样会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呢？因为不了解真理，没有空性无明。你用无明的心态所造作的任何行为都是造业的，叫无明原型，就会变成一种不好的，就像一个你的电脑里面进去的不好的基因，电脑就毁了。无明原型行原事，然后这种不好的这种基因意识就会让你认为吃肉是对的，杀人是对的，爱情是对的，做爱是对的，抢地位是对的，然后你就不断的在那边，就像老虎认为我吃羊是对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的意识就告诉他就是这样，猫看到老鼠咬给你死是对的，猫不吃老鼠是不对的，这样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破无明，一定要听闻佛法。所以所有的生相，一个人会生老病死，众生啊，生老病死又被苦恼，都是无明来的，没有智慧，不听闻佛法，不了解因果轮回，不了解四圣谛的道理，那你就会无明。那如果各位听闻佛法，思维佛法，了解了因果空性四圣谛，你就不会去做坏事了。就像一只老鼠，这边有电会痛，这边有糖果，它不会去走这边，它会走这边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听闻佛法，然后你的起心动念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会造成轮回，什么会解脱，那你就不会做错了。你这辈子敢去骂人，那你不相信佛法啊，因为骂人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损福报、堕落丑陋、离开菩提心。因为你没有按照佛法，你才敢去骂人、骗人、说人是非。所以
佛陀说持戒如牦牛夹着他的尾巴，永远不要让他尾巴受伤害一样，这样持戒啊。所以各位，因为你怕因果，所以你就不会去用无明来做事情。那为了如此，那如果不听佛法，没有学佛法，你就在办佛教事业，哇，那你可倒霉了啊。当然现在有很多菩萨说，哎呀，我们办佛教事业最好赚了，先卖佛像。卖佛像就是卖父母呢，下地狱呢。我又没有错啊，我做生意啊，赚了钱我拿来护持三宝，护持寺庙，下地狱呢。啊，就像很多出家人如果不了解佛法，人家邀他出家，出家出家生活很好，哐哐哐哐哐哐都是钱，念经就有钱，信徒还有红包还供养，哇，哐哐哐哐哐，然后他就出家了。他不是坏，他只是他没有听佛法，然后就开始忙了，赶金灿赚钱了。啊，那要买金色还不容易，赶快办法会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，因为他不了解，不了解你就去做了，所以无明原型。所以各位，他没有错，怪他自己没有智慧啊。就像有人说赌博会发财，笨蛋。但是这个人多少人在笨蛋，在赌博会发财呢？就像一个女人说谈爱情会很快乐，笨蛋。等你到了60岁，我问问你，爱情快乐？有些还不到60岁，40岁就好离婚了。啊，因为爱情是苦的，你就算越爱对方，你也每天要盯着他，最好想保全顾着他，免得他搞外遇。啊。因为没保障，你就会很怕，所以爱情不是一个快乐。如果爱情是快乐，我们就不用出家了，啊！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你要去想清楚啊！释迦牟尼佛还是要我们就近解脱的，各位就是还没想清楚，还没想清楚，所以还在家这样，啊，还在家，但是一步一步来吧。啊，那至少不要堕落三恶道啊！佛陀就一步一步，不要堕落三恶道，还有机会做人哦，哦，将来有机会升天了，一步一步来。啊，所以有些人要等到他老了，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呢，突然又生病，他觉得钱没有用，哦，这是一步的开悟啊！啊，不能解脱生死，再多钱也没用，再好的爱情也没用，再好的事业也没用，啊，因为这些带不走的，也不属于我们的，啊。那各位要去思维啊，我们无明原型，所以你现在做什么生意，做起心动念，你都要想这个符不符合佛法的空性、慈悲心、菩提心，至少相信因果啊，至少相信因果。所以在这一点，一定要按照真理去做啊。好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经典，11月20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2月5号星期二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持斋除罪90劫、地母至尊千秋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北海巴麦生命教育中心观公法会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6号星期三，
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。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迎喜老人院礼堂心灵讲座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8号星期五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四届短期出家。12月9号星期六，青山临安尊王千秋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0号星期日，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，周仓爷将军千秋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1号星期一，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2号星期二，感天大地许真人千秋燃灯节宗喀巴大师圆寂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3号星期三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4号星期四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5号星期五，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90劫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6号星期六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劫，晚上6点半，兰卡威搭船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17号星期日，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8000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亿倍。下午2点半，兰卡威出海放生。晚上7点，幸运泰寺慈悲施食超度法会，点灯、供水、药供。12月18号星期一，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亿倍。新加坡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。12月20号星期三，下午4点至9点，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。12月21号星期四，南安尊王千秋，下午2点至10点，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。更加十分大德，拥有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点是海涛法师日本7日参拜之旅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4月24号星期二，共计7日。行程安排：世界遗产高野山、金刚峰寺、奥之院、前蓝大塔、大阪寺院参访、比瑞山、大阪神户古寺等等。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联络电话
02-2550-9900 02-2550-9900。生命点是海涛法师2018年日本世界遗产高野山、比瑞山、京都古寺暨西国33所关东观音林场参拜之旅15天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5月2号星期三，共15天。行程安排：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、奥之院、前蓝大塔、大阪寺院参访、比瑞山、大阪神户古寺、京都唐招提寺、滋贺县琵琶湖、宝岩寺、三重县伊势、伊势神宫内宫外宫、静冈县九能山东照宫、横滨市总持四本山等等。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 02-2550-9900。在那神光之时，天空中圆满智慧经纶所放光，消除一切众生愚昧暗，于自在佛妙应我定力。菩萨顶位于五台山的塔怀中心，灵鹫峰峰顶海拔约1800公尺高。根据满族语的说法，菩萨顶是指文殊菩萨所居住的地方，又名真容院和大文殊寺。世界各地的信众们不辞千里而来，亲自持香祈愿，无论是为了求智慧，还是求名利、求姻缘，都是潮汕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缩影。菩萨顶的建筑绚丽多彩，金碧辉煌，放眼望去，龙氏图腾以及雕龙的碑文十分醒目，是历代朝拜五台山的行宫。康熙皇帝就来菩萨顶朝拜过5次。菩萨顶山门外的灵峰圣境、文殊殿前的五台圣境都是康熙皇的御书，而乾隆皇帝更来过6次。东禅院的2座40碑上面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刻写的碑文，穿行于此犹如走进时空隧道，怀古之情油然而生。佛教徒朝山拜佛最恭敬圆满的巡礼，常以3步1跪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忏悔与感恩之心。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，礼佛一拜
罪孽沙河，每一声佛号都在呼唤着自己和大众的清净自性，每一步履都向菩提之路勇猛迈进，而每一次俯身礼拜更是放下执着的表法。殿堂的佛像庄严肃穆，建筑有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和文殊殿等，信众们借由瞻仰佛像，体验圣机而忏悔自己无始劫以来深重的烦恼习气，发起无上道心。画面中，法师们带领到殿堂穿廊大悲咒文的碑牌前，朗声为有情大众们诵持着大悲咒，犹如实践观世音菩萨所言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无上菩提心，是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。文殊殿则是典型的宫殿建筑，所供奉的文殊像特别生动活泼，头取旁观式，腰取扭动式，法取散披式，并且身挂璎珞，有着鲜明的藏传色彩。镜头前这块特别被钢条保护着的丹壁石，常年来被滴成一坑一坑的蜂窝状，相传是治水长流、永扫愚昧的说法，更是文殊菩萨显灵的神迹。我们想要学佛有成，是不是也该学习滴水穿石的毅力与精神呢？正因为佛法需从恭敬心中求，发心朝山礼佛更是法缘殊胜之事，必定有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的加持。华严经曾说，宁受地狱苦，但得闻佛名。闻佛名功德尚且不可思议，何况能至心称念、虔诚礼拜。但愿我们成佛的慈光加披，上通佛心，下通幽冥，以利己利之心供养法界诸佛，增福智慧，消无始劫罪业。Dear